Hello， 大家好，我是狂人。青铜组冠军第三集要开始了，我们首先针对灾害来袭来做测试，看看特化灼烧烧在大只的这个冥界王上面，他可不可以给他烧起来呢？因为这个游戏啊，有一些怪物像主线关卡的龙卷，对一些东西它是会有免疫的，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而如果真的能烧起来的话，那这个圆圈会特别大一个，很可爱哦。那先看队友，哎呦，诸神先吃掉，闪光不要发掘机，拜托了。哎呦，你真的能够听到我说话，太厉害了。完了，弟弟王，这一次是可能是没有烧到，因为50%的几率实在太低，你要二次觉醒，把这个几率给它提高。好了，我们继续看，来看第二次，加油，闪光，你不要乱来哦，你冷静哦。虽然你等一下气势够的，但是还是冷静一下哦。好，闪光，今天是弟弟王要秀一场哦。好了，弟弟王有没有办法烧出来嘞？古代王有了，没有问题啊，古代王命中了。然后你们看这个灼烧特化灼烧，他还是很酷啦。啊，我很喜欢弟弟王啊，他的特色还是非常多。好了，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古代王结束，先结束再说。这个奖励就不看了，给你们看好，我的弟弟王是绿色的21级。老手就不用看了，老手这关卡你都打赢了，那你新手的，你刚加入这个游戏不到一年的，参考一下。21级的弟弟王，我们所有的组员打这些怪物，慢慢的伤害都会变低，因为怪物比较强的系数，虚浮就87的伤害。啊，当然等一下还有更狂的关卡，我们先把这一关给打破，给大家演示一下特化灼烧的功能。刚刚你们也看到了，这怪物的血量是喷得很快，那我们这边的角色基本上没有办法承担攻击了，等一下测试别的模式也是一样承担不了。同时你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弟弟王的星星，他最高的上限那个黄色一点的到底有多少呢？等一下放慢速度我们来数一下。哎呀，说到星星啊，现在在这个真，等一下再说了，先来数星星啊，1、2、3、4、5、6、7、8、9、10、11、12、13，13颗星，不知道下次可不可以累积更多，13颗星可以撑13次。哇，我的天，我刚刚要说现在真实的生活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就剩下弟弟王数星星的功能了。这边奖励010， OK， 再来确定一下我们的弟弟王属性，180000的生命，66000的攻击，先加入一个组织，来看一下组织王可不可以燃烧，好不好，看组织王可不可以烧起来。然后我们加入，哎，啊，怎么有一个深藏不露啊，哎呀喂呀，盗版的深藏不露啊，没关系，有请拍照机，3秒、2秒、1秒，我先调个角度，拍照要有个角度。好了，不露第一次跟你拍照啊，我们现在赶快来打阿修罗独角仙，在特化灼烧来观察一下，新手账号也是可以观察，你这个灼烧上了之后，看甲虫的反应吗？是吧？哦，扣了20万。所以啊，你如果把它二绝到了90%，这个特化灼烧，直接就跟你说明了，弟弟王一绝跟二绝差很多了。因为哦，你一绝是50%，50%的概率有点低。我这几天玩弟弟王玩超过12小时了，新手的也玩，老手的也玩，老手的到最后接近完结篇会给大家看。哦，弟弟王是不是如此不堪？也没有了，我跟你们讲啊，弟弟王也是有厉害的地方，他可以消灭豪杰的乌鸦，在首回合不用打完，乌鸦在虚浮核心。直接爆炸了，不用打了，二绝也是曝光。好，那你这个 PK 综合表现，你要到下个月你才能够知道弟弟王多强。为什么呢？因为啊，掌区这个游戏我们玩了那么久了，他要推出新的角色要淘汰之前的嘛，所以灼烧只是第一枪嘛，这个是下个核心的角色，现在讨论太早了啦。先看这个大字的打阿修罗，你给他烧起来啊，是吧？那你普罗斯烧起来，左下角的星星又来了，1、2、3、4、5，这有点小啊，这个你就算是有远视啊，你也是看不清楚啊，啊，更何况我还有闪光呢，我还有近视呢，我怎么看得清楚呢？好了，本场战斗赶快结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赶快结束。阿修罗第10回合，马上把 PK 随便给他打几下，因为呢我们要把青铜组冠军先拿下来。同时青铜组冠军这一次在新的伺服器，别的伺服器没有看到一个能打的，所以很快就到第一名了。我刚刚就一个原子武士啊，然后这个关卡打完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弟弟王强悍的 PVE。
当然等一下还是会看精彩的 PK 单元哦。那先跟大家看一下 PVE， 你同样的你老手你就忽略，这边直接给大家看越战九倍，越战九倍。之前啊，越战九倍豪杰，当时我们在测试并不是绿色的，现在地底王更狂了，绿色的。所以由此可见，地底王的 PVE 真的是最狂的角色，没有其他可以比拟了。因为他这个灼烧呢，第一个你能够说一绝，你有一半的概率，像我们这次是六只，但是你要注意运气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灼烧两只一只，甚至我也碰过一只都没有灼烧到哦。哦，同样的你有可能灼烧到六只，差别在这里。那如果你一只都没有灼烧到的话，就很抱歉，你要多打几次增加你的运气，跟闪光弗拉修的闪避是一样的特质。但是你们看到啊，这边防守性能也是非常好，在 PVE 的部分高手的玩家大家都没有意见了，非常棒的一个角色。他策划灼烧烧过去不得了，全部倒下来，剩下一只。那最后一只深海猪当然也只能倒下来了。好了，之后我们到白银族，我们测试下一个对手。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豪杰，等一下把属性给秀出来，你们自己做一个客观的比拟哈。我们就很客观来看一下这个战斗就好了。这边我们地底王当前第一场是二十一级绿色的，等一下给大家看他的属性跟狂人的属性。我们先有二十一级跟他打。哦，他的豪杰是六十五级紫色的，我们第一下打过去，乌鸦的血条扣很快，尤其你有灼烧的情况下，在徐普核心这个乌鸦也是扣的特别快，因为徐普的加持跟乌鸦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第一招就是要把豪杰的乌鸦给拆掉。那豪杰有没有被这个变相的削弱呢？我认为是有的，但是豪杰的特性很显然跟地底王本来就不一样嘛。豪杰这个回血功能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们当前测试这个双方的攻击跟生命值还是有点差距。我们等一下要把角色提升到跟对面一样，对面的豪杰是四颗星，我们地底王也会提升到四颗星。哎，同时双方的属性秀出来一目了然啊，做一个公平的比较。徐普核心有徐普核心的玩法，我们现在在青铜组主要就是给大家看在没有核心的加持角色做一个单挑是什么样子。毕竟我们双方的角色其他都没有影响力嘛，你一放上来一下就爆炸了。豪杰攻击力本来就是有了，也不用介绍了。接下来地底王这边普攻当然也是有灼烧的功能，那你这个技能也是有灼烧的功能，但是豪杰的回血量这边可以看到哦，非常的狂，是不是回的非常多非常多，这就是豪杰的单挑的特性嘛。哦，能打能回血，还有两个乌鸦。哦，买一送三你可以这样形容它啊，买一送二也可以，你买一送四也可以，你要有两头乌鸦啊。买一送五的话，可能你要很爱豪杰，你就可以幻想出有买一送五。那这一场豪杰似乎是守住了到第八回合、第九回合，不过豪杰这边也没有办法突破地底王的防守。哎，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之后的角色还是有很多变化，你不能够断定哪一个比较强。OK， 你只能在这个月断定你认为哪个强就哪个强喽。不过狂人是很支持地底王了。没有办法吧，很多人看衰地底王啊，我很支持地底王有原因嘛，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紫色的豪杰，四颗星六十五级，我们这边先强化上去，也到紫色，也到六十五级，哎，也到四颗星，啊，跟他一样，啊，再来就看属性，这边六十一，到了六十五，药水给他喝下去，喝药水，赶快长大，梦境地底王就是要喝药水，这边给他多少四星。我们配合那个对手，然后到排行榜把他抓出来，他这个战力很低啊，要抓很久啊。好，我们马上再看一下，就是你了，抓到了1220名。他的豪杰属性我们直接拍照，这个地方啊，你不管是所有游戏的文章什么都有影响，我们只用属性来做参考是最准的。豪杰36万的生命，36000的攻击，狂人的地底王24万的生命，8万的攻击。我稍微做了一点换算，得知我们当前提升完了之后，地底王整体的强度大概比他强四分之一，这有可能攸关很多因素，但是没有所谓，你可以看看属性双方之间的战斗，是吧？下一个核心要出来了，你就当徐普不存在就好了，两个单挑是什么样子一目了然。玩这种游戏啊，所有的攻略都是参考价值，因为先决的条件就是你的伺服器有些人只有那些玩家，第二个条件是每个角色的电度，你要拍影片你就要完整的把属性给秀出来给观众看，哪怕你是个谁强谁弱无所谓嘛，是不是？观众自己有眼睛嘛，如果今天一个角色强，哎，我说豪杰好棒，那我就说豪杰好棒也可以啊，是不是？那我说地底王也是很优秀啊，是不是？也是可以啊。哎呀，这个游戏啊，你要去深入的讨论，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啊。好了，最终豪杰是没有办法打败地底王啊。
那么如果下一个核心出来，豪杰会不会倒更快？多数情况下肯定会的，没有特别的原因嘛，官方总是要出新的角色淘汰下一个角色。你能够认同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反对啊，是吧？好了，我们明天再见了，大家拜拜。